鸟台油管配战就用西部时间 WWW Spur Road。 勇士队在第五场比赛中没有浪费任何时间，为了尽快晋级，科尔一开场便祭出了新死亡五小阵容。不过勇士队的终结阵容并非新死亡五小，科尔把信任票投给了一名替补后卫，他就是加里佩顿二世。小佩顿给勇士带来了破坏性防守，并提供了一些非常关键的进攻回合，这让掘金队措手不及。实际上小佩顿是勇士在大通中心以 10298 取得系列赛胜利的精髓，他命中那么多关键球，这是一个属于他的夜晚。汤普森说他在第四节的防守非常棒，科尔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把他留在场上，但随后他还开始投中三分球并突破禁区完成上篮。我认为他是赢下本场比赛中的重要因素，他帮助球队度过了关键时刻。第四节开始时，勇士队落后八分，科尔派上小佩顿出场，他四投全中，包括两个三分球，他有三次助攻，一次抢断，他在场上的正负值是加值，他太不可思议了。追梦格林说他改变了比赛，攻防两端都很棒，命中了关键投篮，防守端无处不在，这也是他一整个赛季一直在做的出色的防守者，现在更是出色的球员，他在防守端给我们带来的帮助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库里说。然后当对手防守我们时，小佩